點樣去有啲乜嘢方法，還可以嘢介紹下，話俾大家聽。其實我自己咧就會準備一啲即係譬如平時你屋企有啲凳啊、台啊之類之類咁嘅嘢咧，我平時中意整嘢嘅，所以依啲我都會自己整嘅。咁就唔使，例如整嘅整張台啊、整張凳啊，木工嚟嘅。咁咧，我中意做依樣嘢嘅。咁你做完之後咧，就你又唔使買買咁多凳啊，又唔使用咁多塑膠啊。咁我覺得依個有意義，又可以hands on，又可以玩一下，所以我幾中意依個動作嘅。喂，咁但係你又整下呢啲手作仔送俾朋友啊？加油啦！喂，好方便噶呢啲，唔係咁我覺得咧你親手整依樣嘢俾人哋咧，個 feel 更加大，更加多嘅。好有意義啊！係係係，冇錯。你嗰種氣場喺度嘅，直情就擺咗個靈魂落去之前佢咪之前做設計嘅，咁真係做木工咧就冇諗過依樣嘢，不過就會有興趣咯。即係如果有啲咩係想整嘅話，可以自己改一改，自己做少少咧，我覺得好方便咯依件事。喂，咁即係屋企如果啲新居入伙咧，你都可以裝修啊？都可以幫下手啊！裝修未必得，幫佢改少少都得嘅。其實平時去片場我都會帶自己的鐵羹啊、鐵啊、筷子啊嗰啲咁嘅嘢，盡量係用翻自己啲嘢咯，洗翻咯，咁啊可以減少你自用嘅塑膠啊嗰啲嘢咯。